真是疼呢？还有小孩儿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打！这两个登街互殴的年轻人，本是一对羡煞旁人的甜蜜情侣。他们不但已经相爱五年，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小宝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能让两个年轻人在大街上大打出手？炎炎夏日，二十八岁的丁健正在工地上挥汗如雨，为了让家里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丁健每天都努力工作九小时，干活更是毫不含糊。也是因此，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当地的包工头，年薪高达十几万。五年前，一无所有的丁健跟十六岁的李婉婷走到了一起。第二年，他们的儿子小宝就出生了。现如今，小宝已经四岁了，李婉婷也到了可以结婚的年纪。丁健决定正式给妻儿一个名分。谁知就在即将登记之时，女友李婉婷突然提出了分手。 这让丁健直接傻眼了。他没想到自己没有被赚钱养家的艰难压垮，反而是身边最亲近的人选择了离开。早在三个月前，外出打工的李婉婷不但对丁健提出了分手，还跟别的男人同居了。这一变动让丁健寝食难安，直接从一百二十斤暴瘦到了一百斤。看着跟儿子的合照，想着自己的女友在跟别的男人同居，丁健的心里五味杂陈。 其实男朋友跟我一样的，也是那么高，脸型也是圆圆的，优秀的话说不说不清了，反正也是黑黑的，比我还要黑黑。丁健描述的就是李婉婷的现任男友马东。对于女友的选择，丁健非常不解。在他看来，这个马东虽然外形跟自己差不多，但是收入比自己差远了。李婉婷究竟看上他什么了？最让丁健愤怒的是。 李婉婷跟他还没有分手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已经同居了。此时的丁健只想跟李婉婷要个说法，把这事儿说明白了。几番劝说之下，李婉婷终于同意见面。面对丁健的到来，李婉婷充满了敌意，气得丁健一把夺走了她的手机，拽着李婉婷让她上楼。 李婉婷气得扭头就走，不肯配合。丁健也是第一时间就跑回去拉他。三那个是你老子把他撕么时候李婉婷始终不肯配合，气得直往街上走。这让丁健怒不可遏，直接打了李婉婷两个耳光，骂他忘恩负义。对此，李婉婷一句话都不想多说，转头就朝马路中间跑去。气得丁健一把拉住她的衣服。 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今天不是来说你偷人的事，是来商量儿子的抚养权。”一直没有开口的李婉婷，第一句话就是指责丁健家暴在先。李婉婷说：“他们在一起的四年，丁健起码家暴了她两年。”对此，丁健表示绝无此事，甚至可以接受调查。两人是各说各的，谁也不服谁。一怒之下，居然直接当街大打出手。好不容易将人拉到一边，怒气未消的丁健还在不停地指责李婉婷。 花了我那么多钱，还说把我当傻子。希望湖南人民不会像我这样的人。丁健表示，从李婉婷外出打工到跟新男友同居，不过短短三个月，这不得不让他怀疑，跟他在一起四年的李婉婷从未对他有过真心，只是把他当赚钱的工具。最后，在众人的劝解下，李婉婷终于同意上楼谈谈。五年前洗脚城的一次邂逅，十六岁的李婉婷认识了二十三岁的丁健。 涉世未深的李婉婷被丁健的成熟张扬深深吸引了，很快两人就确定了关系。最初的一年半，两人简直就是在蜜罐子里，不但感情好，还生下了一个儿子。然而自从儿子出生后，丁健的脾气就越发暴躁，动不动就辱骂李婉婷，侮辱我，骂我就算了，他骂我家里面的人，骂我妈养的，骂我养的，他就是说这样的话。你说一个人无论是谁。 都是娘亲父母养的，你不可能这样，不是吧？因为一个人跟一个没素质的人在一起，根本就是那个，根本就是一种折磨。对此，丁健则表示，这四年里，李婉婷对他根本就不贴心，连他的名字都不怎么喊。再加上生活和事业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才让他的脾气变得暴躁。然而，生活琐事的争吵已刺痛李婉婷的内心。丁健还说，李婉婷跟他提出分手后。 他不但反思了自己的问题，还给他发了很多道歉信，直到最后，丁健才发现，李婉婷嫌弃的是他匮乏的知识和粗鲁的性格。这对于从小就出去打工的丁健来说，简直就是硬伤。让丁健难以理解的是，李婉婷当初明明就是因为直率才跟他在一起的，现在为什么又变了心？此刻的他只想看看这个马东究竟有什么魅力。一行人来到李婉婷打工的公司后。 才知道马东不在。面对突然到访的众人，马东的同事非常戒备，不肯透露任何信息。丁健认为马东一定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。第二天，马东终于出现，然而一见面他就表示他已经报了警，警察马上就到。随后，马东又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协议书，内容显示丁健跟李婉婷已经协议分手了，上面还有他们的手印。一旁跟过来的丁健立刻否认，争执了起来。 马东认为，既然丁健和李婉婷没有结婚，他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李婉婷。不同于丁健的暴躁，马东整个人非常沉稳，显露出白领的冷静和严谨。说到李婉婷的孩子，马东表示，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这回事，不过现在他愿意接受女友曾经的过往，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小宝。而且提起丁健的家庭暴力，马东也显得胸有成竹，似乎手里有足够的证据。 因为有事要离开，丁健临走时对马东是一阵嘲讽：“我儿子失去了爸,爸，失去了妈妈，就是你一个人的原因。我的家庭破坏，的就是你的原因。不要说别的事了，告诉你，你说再怎么说好听的也没用了。甚至了我儿子的妈妈，甚至连……”爸爸说完，丁健就坐车离开了。为了了解真相，记者来到了丁健、李婉婷居住的出租屋。房东表示，他们租房的一年里，并没有见到丁健有家庭暴力，只听到两人吵过几次架。 接着，记者又找到了丁健之前的房东，他也表示从没见过两人打过架。他认为两人分开的原因是李婉婷年龄太小，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为了尽快解决此事，记者将两人约到了咖啡馆调解。此时的丁健还在试图挽回李婉婷，但是倔强的李婉婷表示自己坚决不回去。五年过去了，当初的李婉婷已经不再懵懂，她想要开始新的生活。 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会对四岁的儿子造成怎样的伤害。因为经济能力有限，李婉婷决定放弃儿子的抚养权。听到李婉婷的决定，丁健表现得非常平静。谁也不知道平静的背后，丁健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挣扎。最后，两人终于达成协议，孩子由丁健独自抚养，李婉婷全权放弃了孩子。这场风波过后，丁健决定回老家一趟。 因为那里是他内心的归宿。然而，长久没人的老屋看起来非常荒废。打开房门，里面竟然飞满了燕子。丁健也像归巢的燕子一样，开始收拾破败的房间，收拾李婉婷留下的红箱子。这是他在家里最后的物件。看到父亲的遗像，丁健毅然决然地将箱子扔下了河中，因为他不想父亲看到如此家丑。看着飘远的箱子，丁健决定重新开始。他也会带着小宝。 迈向新的生活。